教大家做这个手机小挂件。取一根线，穿上六颗珠子，把它从中间固定住，开始打雀头结。第一个雀头结会比较难打，第一个做好了，后面的就很好做了。把它拉紧，雀头打结的打法，先上后下。雀头结的个数大家看珠子情况，倒可以包围起珠子就好。然后我们把这根线穿进去，继续打雀头结。全部包好后，这里我们打蛇结结尾。蛇结和雀头结不清楚的，可以去看我以前的教程。把多余的线剪掉，稍粘。另取一根线，开头留5厘米。打3个蛇结。穿入一个小饰品，再打3个蛇结。拿出刚刚串联好的珠子，再穿上一颗珠子，交叉一下线，这个地方我们接着打2个蛇结。
手机小挂件就做好了。有问题可以评论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内容有用的话，大家点赞、关注支持一下。